Hello， 小朋友们好，欢迎收看《百变玩具屋》。本次节目，我们的小猪佩奇为我们带来了一款新钻积木玩具。这是我们的小猪佩奇和我们的积木玩具，我们来拆开我们的这一款工程挖掘机。现在我们来拆开我们的这一款挖掘机。这是我们的说明书，现在对照我们的说明书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，中间用一个正方形，像这样把它固定好。这是我们的挖掘机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一款挖掘机，组装完成。这是我们的佩佩猪为我们用积木零件组装好的这一款工程挖掘机，我们就为大家一起分享到这里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我们的这一款工程车。我们的小猪佩奇为我们带来的这一款新钻积木挖掘机，我们就为大家一起组装了我们的这一款工程车，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零件。我们的佩佩猪一起用我们的这些零件拼装的这一款工程车玩具，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我们哦。
拜拜。